昨天我把白雪变成一个小恶魔，结果小可爱们都不高兴了。所以今天呀，我要把白雪变成一位真正的天使，让她成为童话王国最美的公主。她收集了这么多天使的道具，终于登上了天国的阶梯。她是头顶天使的光环，还长出了天使的翅膀。中途有这么多恶魔想阻拦她，这怎么可能呀？白雪的善良值一点一点在增加，正所谓邪不压正，所以你们是阻挡不了白雪前进的步伐。她终于打开了这个大门，进入了天堂。哇，天堂实在是太美了，有这么多的天使翅膀帮助白雪直接飞了起来。她是一口气直接飞进了天国。哇，你太美了，就像是仙女下凡呀，你也是童话王国最美的公主。至于这个贝儿，反正又没有人喜欢她，我让她读这些恶魔的书籍，收集恶魔的武器，她的善良值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减少呀。快看，她长出了恶魔的头发，还有恶魔的大犄角呀。这个贝儿说，她不想当恶魔，她不想下地狱，她想当天使，她想登天堂呀。这怎么可能？谁让你总是欺负我们善良的白雪？现在知道错已经晚了，这可是小可爱们已知的决定。他们让你永远都不要回到童话王国，就让你在这地狱的角落里面做你的恶魔吧。